许大家对于张丽的印象还停留在演员这个范围之内，但是你不知道，她对于自己啊，早就有了全新的规划和定位。了解一下。短发白衣黑裤，张丽一身干练模样亮相，和最近热播的《上古情歌》中的玄牧云桑的温婉形象判若两人。也许因为杀青不久，张丽似乎对现实中自己的一头短发也有些不习惯，还询问起了记者：“你会不会觉得看到我长头发不习惯？我短头发的时候，那平时我要撩头发，可能到这就结束了，就哎怎么是空的？那长头发的时候会觉得哎。”演过了古装仙侠，也曾尝试年代戏，都市题材也没少演。张丽最近想玩点搞笑的。现在刚刚回来，在拍摄一个电影，也是喜剧性的电影，也是我梦寐已久的，继《心花怒放》之后可以尝试喜剧的角色。虽然在《心花怒放》中已有尝试，但张丽显然不满足于此，而是想要更大的突破。我就特别希望跟导演说，哎，可不可以扮丑啊？可不可以就是让我就是搞笑一点啊，结巴一点，就是跟平时大家看到的《上古情歌》那种样子不一样，就是也是我很喜欢创新的。娱乐新天地编辑报道。